小蛋糕，真的是太惬意了。啊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敢说这么香浓的时候记得加几块紫薯一起蒸，其实像这样就可以了，但是精益求精，所以贵变筛，把芋泥倒进去，你们看，没有加芝士都能变成，也可以做吐司芋泥蛋糕。我最喜欢的还是冻起来做香芋冰淇淋。打我，真的很过瘾。透两面金黄就好了。改成了破壁机，记得要加点水。小妙招，做丸子特别的好用，用蒸盘一压，小刀一刮，蒸出打底，倒入剩下的木薯粉，简单的密封保存就行。蛋液裹面包糠，炸至金黄冒泡出锅，美味巧克力派制作完成。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，有点失败了。葛根要比土豆淀粉更浓，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。这次我们烤久一点，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